Hello，我刚睡醒，咱们现在吃一个叫麻辣章鱼足。我给它加热了一下，好鲜哦，又香又辣又咸，应该是香辣的，不是麻辣。好吃的，我想咽的时候，进我的气管里。没想到这个东西能这么好吃，我在家买李丹，有的当宵夜吃。太好吃了。